阿娇全家照曝光，姐妹俩都很漂亮，但她长这么好看的感谢爸爸。在娱乐圈，说真的不靠修图的真素颜美人真的很少见，但女艺人钟欣桐还是靠住天生丽质的容貌，成为了盛世美人的代名词。阿娇的颜值有多高？实际上，根本不用多少华丽的词藻去描述，单她与吴昕被差别待遇这一点就能看出。别看如今的吴昕是时髦感 UK 的女神，还凭吉利系列复古基调的照片，拥有了东方奥黛丽赫本的标签。但实际上，她在还没有剪短头发、没瘦身成功之前，与阿娇是圈内出了名小粗腿。然而，两人虽然拥有相似的身材，但待遇却差得不止一点半点。在吴昕被吐槽土肥圆时，阿娇虽然容易躺枪，但只要网友看到她那张360度无死角的美颜，总容易手下留情。更厉害的是，阿娇还有个十分强悍的技能，只要避开下半身，都不用特意凹造型，不用修图，随便来个摄影师都能分分钟拍出一张令人忍不住舔屏的美照。如今瘦身成功的阿娇没了小粗腿，不仅在衣品上选择更多，时髦值也是跟住上了好几个 level， 形象分自然是蹭蹭往上又加了不少。阿娇这么美，网友自然是对她家人的颜值也产生了一定的好奇。不过阿娇虽然童年的照片看住有点神似母亲，但细看五官其实是与妈妈完全不同，两人看住相更多还是因为早年差不多的发型。而随住阿娇长大自主审美后，母女俩长相上的差异也就凸显了。因此有不少网友猜测阿娇是不是长得更像素未谋面低娇大的同时，也忍不住调侃阿娇还不如阿撒看住像娇妈。至于阿娇同母异父的妹妹钟芷茵，也是看住更似自己父亲更多，不过这倒不影响姐妹俩的感情，而她年幼时也经常出现在姐姐的身边。不过随着年龄渐长，钟欣桐为了让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，才不再带住妹妹各种出镜。热门推荐：贾乃亮与李小璐让人羡慕的恋情终于落下帷幕，李小璐痛苦发文。打开 APP 爱上一上四条评论。自公布恋情就一直被催分手，关晓彤终于忍不住直接做出了回应。打开 APP 有态度的八卦君271条评论。婴儿是怎么从那么窄的口分娩出生的？看完真暖心。打开 APP 池小姐儿分享304条评论。手机内存又满了，关掉微信里这四个开关，让你手机空出3G 内存。打开 APP 音车会有6条评论。宋小宝近况曝光，与二婚嫩妻现身机场，网友还是第一任老婆好看，猜你喜欢。